邀请到我们三好体协这个副秘书长慧公法师他来了跟大家开示。那慧公法师呢，他在这四年当中带我们巴西如来之子在南华大学读书，那么给他们生活的一些教育，现在已经有毕业同学了，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弘法方面各方面都非常的一个专精。那我们现在来请慧公法师来跟大家开示。各位护法信徒，各位菩萨，大家吉祥，大家晚安。好，大家请坐。今天呢，算是我首次来到极乐寺贵宝地，从来没来过，有来过基隆两次，但是都没来过极乐寺。真的很惭愧，自己家竟然没来过。今天的下午呢，去了市立医院做一个中原普渡，也诵经洒净等等的。那晚上住持说希望来跟大家说说话。那我再次自我介绍，我是三好体育协会的会公，智慧的慧，功德的功。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呢，最重要不用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三好体协，以后多多支持大师的体育弘法。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那我们其实农历七月中元普渡，这是我们民间的一个信仰，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鬼节，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哦，农历到了就会总觉得这个月就是要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要有一点接触，要有一点沟通。那其实这是民间信仰。那中国佛教汉传佛教啊，因为我们其实佛教都觉得七月是什么？七月是吉祥月。为什么？因为在佛陀的时代，七月是很多佛弟子证悟的时候，佛陀很开心啊，所以叫做佛欢喜日，也叫所以是很吉祥的一个月份。然后七月也是一个孝道的月份。目犍连尊者为了度他的母亲，所以请示了佛陀，请教佛陀，诶，我要怎么度我的母亲，所以有了盂兰盆法会。然后七月呢，也是一个慈悲的法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目犍连尊者度自己母亲之外，后续也衍生了我们这么历代以来的习惯，就是到了农历七月就要普渡。普渡就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无遮大会，大家一起来，所以这也是一个慈悲的月份。那佛教其实不太喜欢去太过迷信的去讲鬼神类，可是鬼神确实也存在着，而且中国佛教，中国人极其讲究什么孝道，所以我们在这个月里面，我们都会参加很多的法会，很多的拜忏啊等等，都希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回向给我们的先人。那大家觉得有没有灵感，有没有感应，有没有灵验？我相信一定会有灵验，因为验口本里面有说到，如果他没有灵验的话，若无灵验，今古演传，怎么会从古时候传到现在呢？所以一定有它的灵验，一定有它的效果，真的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祖先得到这样的救度，而且能够超生往生净土。那我今天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靠三宝佛菩萨的力量慈悲愿力来加持我们，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参加拜忏啊等等，参加法会可以超度我们的祖先，超度我们的先人。我们在梁皇宝忏第七卷后面到第八卷第九卷，是不是都还要代为四生六道求忏悔？你想想我们怎么样子去代为这四生六道求忏悔，怎么代为我们的先人求忏悔呢？
我要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呢，是从华严经的思想，华严思想；第二个是从唯识学派的思想，从这两个方面的思想来探讨我们的诵经、拜佛、忏悔是怎么产生 效果的。从华严思想来讲，大家有听过法界缘起吗？法界缘起可能有听过，有的人可能很懂，有的人可能不太懂，没关系，我们就不断的熏习。在法界缘起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的。第一个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有没有听过？有吧。第二个呢，就是互即互入，就是互为因果，互为因缘。什么叫做一即一切呢？听过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不懂这个意思，那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当我们看到一片树叶的时候，你看，一定看过树叶吧，应该没有人没看过树叶吧。当你看到树叶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看到绿色。当你看到绿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其实是绿色也不是绿色？为什么说它不是绿色呢？因为它其实是阳光。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到的绿色是阳光哦？它不是，它也是绿色，但是它也是阳光，它就是阳光里面七种色彩照射在叶子上面，刚好叶子把其他的光波都吸进去了，就把绿色的光波反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阳光里面绿色的光谱。所以当你看到这叶子的时候，其实你只看到叶子吗？没有呢，其实你还看到太阳，你看得到，你看它绿油油的，这是什么？水分。如果没有水分它就干枯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其实慢慢的看，慢慢的看，这个叶子它连这么远的太阳都包含在里面，这是不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你整个生命里面一件事情里面，其实拿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把粽子拿起来，你只要一提起来，整串就在一起了。而这一整串叫什么？就是宇宙万物，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生命。所以这叫做一即一切。互即互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所有的事情之间都有互相关系。所以华严经里面有一个 很有名的譬喻，叫做因陀罗网。什么叫因陀罗网？就是一个网子上面每一个结上面呢，都有一个摩尼宝珠，澄澈的摩尼宝珠。而这摩尼宝珠就像那个，因为太澄澈了嘛，所以它互相映照，所以这一颗宝珠里面就可以映现出无尽无边的宝珠。所以每一颗宝珠里面是不是就有其他的宝珠含摄在里面？所以当一颗宝珠晃动的时候，是不是每一颗宝珠都晃动了？所以在这个宇宙之间，当我们有一点点的改变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一定会产生改变。例如说，就像我们眼前的武汉肺炎发生了，你看整个全球震动，大家都受影响。然后除了我们健康受影响，就这样子吗？没有呢，你会发现到经济也受影响了。经济受影响而已吗？没有呢，你会发现到国与国之间开始透过这个议题来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也跟政治有相关。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它可以牵动互相影响，这叫做互即互入。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的祖先有没有关系？其实你就是你的祖先，你就是你的祖先哦，你就是，不是你也是，是你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包含什么？只有这个色身吗？不止吧，应该还有什么？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我们家族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经常听到，哦，他爸爸就是这样子啦，所以那个儿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哦，这个儿子跟他爸爸分不开呢。哦，他家族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你看孩子跟家族分不开。所以从一个人一个小个体的生命，其实牵起来就是整个家族，甚至你的祖宗十八代历代祖先都会拉出来了。所以你的生命其实是代表了你整个家族、整个祖先、历代祖先的生命，这是从纵向来看。
所以从横向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代表了整个社会。例如说，如果你现在表现不好，你去到意大利，你去到国外，人家就会说，哦，你台湾人都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跟这个社会关系横向，你就是台湾人呢？他不会去想说台湾你就只有一个人，台湾还有其他人，他不会看，他就看到，哎，台湾人怎么都这样子。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他也会说，哎，台湾人很棒，很有热情，很温暖。所以不管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并不只是单纯的只有我自己，它其实涵括了整个大宇宙，整个大大大的宇宙都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对宇宙有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忏悔你自己清净的话，是不是你的祖先就是清净了？如果你能够把念头清净的话，是不是这个社会就跟着平静了？所以这是其一，这是第一个观点。从法界缘起观来看，我们怎么透过自己的修行去来去为历代祖先超度，甚至超度我们自己。从第二个观点呢，叫做唯识学的观点。唯识学，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应该都听过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你所经验到的生命，你经验到的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事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如果当一个畜生道的众生，他变现出来看出来的世界就是畜生道的世界。所以猫跟狗看的世界跟我们看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它同样，你看狗的眼睛的颜色的辨别就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同样看一棵树，它看出来的感受跟你看的这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事变现出你自己的世界。有人就曾经问过说，这个地球会不会毁灭啊？这个世界会不会末日啊？其实如果从这个唯识学的观点，或者从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从业力的观点来讲的话，只要有人还有人道的业力，即使这个地球毁灭了，对不起，我们所有有人道的共业的这群人的共业，也会让另外一个地球重新再来。因为你的业力会驱使你去产生一个外在的环境，让你共同住在那边。所以这个地球也是我们的业力驱使，有我们这些所有在地球上面的人类也好，动物类也好，植物也好，我们有这个共业，所以创造了我们所经验到的地球。所以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真的毁坏了，你会不会没有地方去？只要你还没成佛，只要你还没超出三界，不用担心，你的业力会为你创造出你的外在环境。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变成怎么样子，是谁的责任啊？我们自己的责任呢？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业力是这样子，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地球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社会呢？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在唯识学派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祖师，叫做无着菩萨。无着世亲有听过吧？无着菩萨，无着菩萨他修的是弥勒法门，所以他在过去的时候，他就去修，他就住到山洞里面，想要修弥勒菩萨，观想弥勒菩萨，希望他能够弥勒菩萨示现在他眼前，能够亲自教他唯识学的观念。所以他就住在山洞里面。三年过去了，弥勒菩萨有没有现前？没有。所以他就想，啊，既然都不现前，算了，我下山去好了。他就下山下山，结果看到一个老太婆，她在拿石头在磨啊磨啊磨啊。然后那个无着菩萨那时候就问他，哎，你在做什么啊，老太太？我在把这个石头磨成针。哦，那个无着菩萨就想，这个老太太就算给她磨100年磨成了也没什么意义啊。如果连一个这么无聊的事情她都愿意这样子做，那我要成就佛道，我怎么可以这么快放弃？哦，她又咚咚咚就乖乖的又回到山洞里面继续修行，又修了3年，看不看得到？还是看不到。她又再次发起，又起了退心，所以她又下山去了。
他下山这次看到有一个人，他在家里前面一个石壁，他就拿羽毛去刷刷刷，想说能够把这个石壁刷掉，开一条路，有点像愚公移山。然后无着菩萨就想说，连这么难的事情竟然都还有人做，我怎么可以为了上求佛道，怎么可以放弃呢？又回去了。所以又过了三年，还是看不到，他又下山了。这一次呢，他就看到一只路上有一只母狗啊，老母狗已经老了，生病了，身上还长蛆，快要死掉了。然后无着菩萨就觉得，哦，毕竟修弥勒法门，弥勒法门是什么？慈悲心。所以他看到这只母狗好可怜，他就想要帮他把蛆拿走。正要拿走的时候，突然想，哦，蛆也是生命啊。所以他就想，蛆我也不能伤害，所以他就用什么？用自己的舌头去舔，因为舌头很柔软，不会让这个蛆受伤。正当他弯下身子要去舔这只母狗身上的蛆的时候呢，突然间放出了一个光明，弥勒菩萨现前了。哦，终于看到弥勒菩萨了。他当然第一个就想说，哦，弥勒菩萨，我求你求了九年，你为什么过去九年都不示现？弥勒菩萨说，你不要冤枉我，我过去都示现过了，那个用石头磨成针的就是我示现的，那个用刷子去刷，用羽毛去刷石头的那个人也是我示现的，而这只老母狗也是我示现的。无着菩萨想说，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是母狗？我看你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说，如果你不相信，你把我背在身上，然后走到大街上去，你问人家他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无着菩萨就背着弥勒菩萨到大街上去走，问他，哎，你看我身上背着什么？人家都说，哦，你快走快走，你怎么背着一个发臭的老母狗？所以从这件事情，这个典故，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人的自己的心事啊，如果你清净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就在你眼前，这个是菩萨的视线呢。如果你不 心里面不够清净的时候，不够慈悲的时候，它就是老母狗，它就是可能是你厌恶的事情，你厌恶的人等等的。可是往往在你越厌恶的事情当中，可能就是你的转机，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内心能不能够转过来了。所以如果当你内心转过来的时候，清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老母狗它也变成菩萨了，也就是说你的经验的世界顿时变成心净则国土净，当下所有的都清净了，你生命里面遇到的所有的事情也跟着你的内心清净，所以也清净了。所以你的父母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内心清净的时候，他是不是得到清净的？如果你的祖先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是。所以我们的内心清净的时候，自然他也得到了超脱。所以我想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超见过去也好，不管是要超度自己超度别人，我们都是责任在哪里？在我们自己身上呢。而且我们的责任很大，为什么？从唯识观来讲，所有的责任都是我们自己。从法界缘起观来讲，所有宇宙都跟我们有关，所以我们要不要自己发心，让自己清净，让自己能够提升。所以当如果我们能够提升的时候，其实法界清净，自然所有的人都得到超脱。所以超度啊，大师说超度其实不一定是仪式上面的超度，超度其实就是信仰上面的提升。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仰提升，把自己的心灵境界提升的时候，更可能，如果我们的心灵境界提升到跟佛菩萨一样的时候，那我们的身边的人也就生活在哪里？佛国净土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祖先能够生活在佛国净土里面，那我们自己的内心就要能够像佛菩萨一样。所以超度超度，如果我们超度了自己的贪心，超度了我们自己的嗔心，超度了我们自己的愚痴，超度就是超越，度过，
度过了这些的时候，把所有的秽土就能够成净土。从这样子来讲的话，行三好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人间里面确确实实可以做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彻底行三好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达到清净，不断不断的去超度，不要等着我们往生的时候期待我们的子孙来超度我们，我们在现在还活着有呼吸的时候，即使戴着口罩还是一样要行三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自己的自力来得到超度，得到提升，来再加上三宝佛菩萨的加持力，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往上往善往净土往开悟觉悟的路走。那我想这样子你一定会可以感受得到拜忏超见法会等等的力量会更加的加倍。为什么？如果我们以前单靠外力单靠佛菩萨的力量的话会一半，那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观念更提升，除了外力之外再加上自力也努力一点吧，佛菩萨在那边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他也要休息一下，我们自己也用功一点点，我想自利他利加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人间佛教一定是能够更正面的把我们的生命更提升，从而不管我们是在还活着的时候或者未来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圆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召到一个非常进化的世界。以上是我简单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好，我们感谢三好体育学会慧公法师，那请大家对面站，我们法会即将开始。